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这个昨天发的微博说我在燕郊了，对，是我来燕郊学上课，就是然后在整理演唱会的曲目啊，然后呢都是在燕郊，然后呢我就来到了这位，来入个镜，我就来到了显眼包家。你喊什么呀？我没喊，你急什么呀？让大家期待嘛。大家最期待的是不想看见你。来了宝宝家呢，然后呢说晚上说吃点饭，然后呢就有一个人就来给我们做饭来了。这累了得吃饭，得补啊，得补。然后玉芬给我发微信说给我们做饭包啊，这个我们现在出发去菜市，哎，买食材，我要去菜市场喽。然后我们这会儿正在采购，大家你知道吗？ Go, go, go. 这有点生活常识，来这种超市啊，应该是上午的菜是最新鲜的。那你为什么上午自己不来？主要起不来啊。你还有脸竖在我面前吗？走错地儿了，这过啊，走错地儿了，走错地儿。哎，我现在到了，你瞧这西红柿，嘎嘎新吧，大萝卜，黄瓜。啊，这是黄瓜，大丝瓜，苦瓜，西葫芦，然后这个东西你们熟吧？大茄子，你们在三清园可没少送这个。我现在已经回来了，现在在显眼包的家，啊，然后那两个人在做饭，给你们看看啊。为人民服务，这二爷愿意吃这个，咱们这儿。多奉献，多做点，是不是？我给二爷做饭，这你做吗？这不玉芬做吗？你瞅玉芬今天，瞅这小帽一戴，老可爱了。小帽一戴，谁也不爱。然后现在大米饭已经熟了啊，熟了。然后这是玉芬炒的酱，这里边蒸的是大土豆子。